大家好，我是张瑶，今天来聊一聊中国的台办啊，以买票贿选的方式啊，介入台湾的总统大选啊，结果现在被抓到了一个实际的案例啊，这是整个的证据确凿哦，参与组织安排的台商啊，五个人还被判刑啊，这一件事情啊，那其实中国台办介入台湾总统大选这个事情大家都清楚啊，就是说总统大选的时候啊，中国的台办会组织啊免费的参会啊，免费的食宿啊，免费的机票啊，包括这些抽奖的礼品啊，给在共产中国生活的台湾人啊，让他们回台湾啊投票给中共支持的候选人啊，那这件事情大家都清楚啊，但是一直都没有这样的一个有名有姓啊有证据的这样一个案例啊，可以拿出来啊作为一个中国的台办介入台湾选举的实证啊，那现在终于有了。这是涉及到中国的湖南省台办啊和长沙市台办啊，那涉及到的资金啊是149万人民币啊，那大概呢新台币是640多万啊，那涉及到的这个真的受到这个这些诱惑啊，而确实的在投票前夕返回台湾的啊台湾的选民啊，我看到报道是有200多人。有200多人确实真的就是在投票的前夕使用这个中国台办提供的这个免费的近乎免费的机票回台湾就是他们的机票费只有10元人民币10元人民币的机票就返回台湾投票那这个事情当然性质是非常非常恶劣的它是这是完完全全的贿选买票介入台湾的总统选举那参与组织安排这些台湾人接受这些这个贿赂的五名台商都被判刑其中一名应该是参与的层级最高的叫做林怀的他是长沙台协会的会长这是一个台湾投资企业的一个协会他呢被判刑最重他是被判刑3年零10个月那其他4个人被判刑1年零8个月那我看到这个有报道说这个林怀喊冤但是其实我看了这个报道的内文他对于他的犯罪事实是供认不讳的他承认他这个组织安排了这个支持韩国瑜的这样一个免费的参会住宿免费的机票这些奖品他都供认不讳他也这个承认这些资金是来源于中国的台办他对于这些犯罪事实都供认不讳但是他认为自己冤在哪里呢他认为这不算是贿选他认为他没有贿赂台湾人去支持韩国瑜的意思他心里不是那么想的尽管他做下的是这个事情那这是他喊冤的部分我想他到底冤不冤我觉得大家应该都能够看出来那如果说一个人做了很坏的事情然后声称说他心里想的不是这件事情我想这个任何法律都没有办法放过这样的人那你做了坏事然后说哎我心里想的是好事那我想这个是没有人能够以这种理由来原谅你所以这个案子我觉得它意义非常的重大它是第一次这个台湾的司法系统抓到了中国的台办介入台湾总统选举的实证也是第一次就是以判刑的方式去惩罚参与组织安排这个贿选的台湾人台商那我想就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一个警告
我想在下一次台湾的总统大选中，这些参与组织安排的这个台湾人啊，台商啊，恐怕是要三思而后行。就是说无论中国的台办能够给他们多少好处啊，那为了这个好处做3年零8个月做3年零10个月1年零8个月的牢这合不合算。那更不要说其实就说现在这个已经有这个反渗透法了。因为当初就是2019年12月底就这个整个的这个返乡投票的这个活动它事发的这个时间点这个只有选罢法还没有反渗透法所以说这个判刑适用的是选罢法。那如果是按照现在的这个反渗透法的话那这个判刑无疑会更加的严重。所以我想是一个非常有警告意义的这样一个案例也特别值得来聊一聊那其实我觉得整个的这个事情中有两点我觉得特别有意思想跟大家来分享。第一就是说台商在这里面起到的一个作用是比我想象的要低要小就是他们纯粹似乎就是一个牵线搭桥的一个宣传安排的这样的一个工具人的作用那整个这个事情主导的都是中国的台办完全是由中国台办主导比如说要安排这个参会是整个这个主意是谁找的谁呢是中国湖南省长沙市的台办的经济处的处长黄道年他来找林淮他们这些人是他主动找到林淮这些人是主动的要求他们安排这样的一个活动去贿赂台湾人也就是说整个这个事情的组织者真正的组织者其实是中国的台办而不是这些台商这些台商应该说只是让他们去安排这些活动组织这些活动的一个工具人一个工具人那我甚至看到有人说就是说在中国的这些台商的组织就比如说这个长沙台协会他说其实这些组织里面真正有决策权力的真正管理这些事务的都是中国籍的人都是中国国籍的人并不是台湾籍的人台湾籍的这些台商他们其实没有什么话语权他们就是一个门面就是拉出来比较好看而且涉及到就是说想要去说服其他台湾人拉其他台湾人去参与这些活动的时候呢那当然这些台湾籍的人出面比较有说服力就只是起这样一个作用我不知道这个说法是真是假但是我觉得从这个整个贿选的安排来说的话我觉得还是有一定的可信度的就是说这些台商只是这个中国台办的工具罢了。其实我觉得从这一点上来说我觉得这些支持统一的这些台商我觉得都是应该要仔细的想一想就是说现在没有统一还没有统一中共还没有入侵台湾那这些台商都是不被信任的那你想一想就是说这些台商我看到很多人说都在中国生活十几年甚至是数十年每年回到台湾的日子都是只有可能10天半个月他们真正是以共产中国为家这些台商就是这样的台湾人他都得不到中共的信任就说中共这些台商的组织协会真正能够管事的都必须是中国籍的中国出身的这些人他都不能让这些台湾籍的这些台商去真正的去处理这些事务去管事所以说我想就说这些台商应该好好想一想中共对你到底有多大程度的信任
那如果有朝一日中共真的入侵台湾哦，真的能够所谓的统一成功哦，那你这些台商哦，到底会不会被清算哦？那中共对这些人啊，对这些台商到底有多大程度的信任啊？我觉得值得这些台商仔细的想一想啊。那另外让我挺惊讶的一件事情啊，就是说，这个台办啊，已经花了这么多精力啊，这么多钱啊，最终的这个效果，我觉得应该说不太让我觉得是符合中国台办的期待的。那譬如说这里面有一个细节啊，就是说他们应该是按照能找到的这个能拉到这个参会上的这个台湾的人数啊，去这个要求中国的台办付款。就是说他们说能找到500多名有这个台湾这个身份的台湾人去参与这个活动所以说他们申请了350万人民币的这个活动经费但是事实上最终林怀他们这些人能够拿到的经费只有149万人民币就是新台币大概640万新台币那为什么只能拿到这些就是不到一半的这个经费呢因为我看到是说事实上去这个回台湾去投票的只有200多名台湾人只有200多名就是去蹭这个参会去蹭这个免费的这个参会免费的住宿去拿这些抽奖的礼品的台湾人有500多名但是最终真的买了机票回台湾才200多名台湾人。所以说这个投资收益这个我想实在不是很高而且呢整个中国的湖南省的这个在湖南省生活的台湾人我想应该是很多的绝对不止这500多名去这个参会的人绝对不止所以以这个中国湖南省的台商的人数和最终就说去真的回台湾投票的这个人数而言我是觉得还蛮有希望的就是说中国台办花这么大的力气其实真正愿意被中国台办所利用愿意被中共所指使按照中共的安排去行事的台湾人并没有我想象中那么多其实并没有我想象中那么多那我是看到有很多人也看到这个报道之后尤其是台湾的政治界的人士他们感到非常的就说就是需要呼吁台湾人提高警惕这肯定是对的就是他就说这是冰山一角意思就是说就是这个金额这个人数只是冰山一角就大家千万不要因此而降低警惕我觉得当然肯定是要这样去做但是就说以整个中国湖南省的这个台办最终只动员了200多人的这个数量我想我对于台商也更有信心了就是我对于台商他到底是因为在共产中国做生意所以被迫要做出一些表态呀被迫做出一些捐款我对这个事情就更有信心因为的的确确就是大多数的台商对于这个参与支持台韩国瑜的参会甚至真正回台湾去投票这个事情是没有兴趣的他们是没有兴趣的而且我想这其中也很多人尽管过去做过这些活动自从知道了这个案件之后我想大家也不会敢去这样做了应该是不会了那尤其是那在这个反渗透法的这个新法的规范之下我想更多的台商就算有这个意思他也会知道要自保知道自己这个违法的这个代价是比这个免费的机票免费的食宿它要大得多的
啊，那我想如果聪明的台商啊，他不会再参与这些活动啊，不会再做这些事情了。哦，我觉得总体而言，我觉得是很让人这个开心的一个进展就是说终于台湾的司法系统抓住了这样的一个实际的案例也确实的惩罚了这些相关的台商那也是对于台湾的真正下一次的选举的这个能够免于共产中国的这些渗透共产中国的买票贿选的这个行为我想是非常非常有好处的而且就以我个人的感觉我觉得我也对台商更有信心对于在共产中国的台湾人更有信心我想很多很多人他只是出于生存他被迫的可能做出一些附和的一些举动但是事实上大家对于中共对于整个所谓的中国台办的这些做法大家可能是不以为然的那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儿吧方便的话麻烦你帮我跑一跑广告也请你点赞订阅和分享我的视频我们下次再聊拜拜。